过地铁单纯是不知道叫像火狼的人同学不是一声打电话就是说您让什么市场通关
谢谢，掌声送给拉姆家。接下来一首叫《黄昏》，当我站在故乡的山上。
谢谢，掌声送给浪子。接下来带来一首蒙古的古老的歌谣，叫《摩尼沙》。好，谢谢。
好，谢谢。Okay.
稍后七点半开始，好，谢谢。七点半以后才开始，走吧。大家可以去周围吃吃饭，七点半然后再过来，好，谢谢。